兄弟们，今天我要把可乐给他吓死，直接来到地下室，然后兄弟们乌漆嘛黑的啊，咱们把灯打开，走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咱们遁地，哎，怎么就遁到地下面来了？这下我看可乐怎么找我啊！可乐，这把我就躲地下室，你直接下来找我，我就不信这位置你还能找到我。地下室是吧？哎，猛龙入约。哦，紫黄色的天线宝宝堕入坑中。瓜哥，搁地下室你还能往哪跑？地下室能有什么躲的啊？我躲的地方可多了。啊，是不是躲在水管里面了？没有没有没有。缓缓打开，瓜哥，听到了死亡的丧钟了吗？啊！哎呦我去！咋啦？自动门啊，我记得，他怎么会关上呀？闹鬼了，可乐。鬼了。瓜哥，听到声音就在里面你。哎呀，可乐，你看这个绿色和绿色的灯光。哎呀，哎呀，关门了！哎呀！不是，你怎么能关我门的？可乐，我给你们门打开，要不要啊？哎，搁哪儿了你？你到底搁哪儿了？你说，你出来，你出来，我们要打你哦！我告诉你，我躲哪儿啊？你看一下这个石墩的啊，你看，对你面对的这个石墩的，对。哎呦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没。哎，你再看这个石墩的，什么鬼啊？什么鬼？没问题啊，像个石墩的我都打了。害不害怕啊？啊？可乐有问题，瓜哥，你别想骗我。可乐，我问你害不害怕？啊？我不害怕。小侄子，不可能啊，没看见呐。